袂醒，啊，今仔日就一直咧睏，啊，昨下一直睏，等伊若醒吼，啊，你才敲甲我讲啦。黄师兄，真多谢哦，吼，好好再见。条条，吹足大，吹大哦，哦，好啦。哦，安尼开偌济啊？较早。我嘛伫即间病房服务过，啊，即马煞停咧遮，我心内真惊。我知影，我嘛是。啊，你顶礼拜吼送入去加护病房，啊，我是烦恼要害去。咱做一定行较久啊，啊，你拢甲我砍掉，若无你砍哦，我路就毋知要安怎行啦。几落摆，我奇怪看你坐点名，毋是啦，你糊涂去，是伫宜兰啦。正好民警拢唔互我来，我实在是哦气甲，我规气哦家己走啦。啊，我都用手机啊，长主师傅甲师兄这拢有伫视讯。我看来你都拢伫睏啦。啊！啊，敢会咧宜兰？啊，你看着我？啊，你毋是拢咧睏？迄当阵吼，我真惊你阿弟一直昏迷落去。是的。我睏的搁醒，醒的搁睏。这条路，我行过去，搁行倒来，行过去，搁行倒来。是天公伯啊，无要让我走，就是要让我留落来，跟你讲一句话。讲啥？我对你足歹，甲你骂，甲你管，甲你气甲离家出走。我即马摕咧遮，毋是惊死，我是真惊我袂当留落来，甲你讲一句话。是的。